少年齐焕浩，迎新啦！蔡国庆、周汉良、杨迪，时代少年团带来充满少年感的奇幻之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天地时代少年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实力少年团。生存下来的条件就是拥有少年感。少年上车挑战，他们用模仿实现梦幻联动。我真的有这么明显的笑容吗？有啊。虽然你的笑声非常爽朗，但说实话模仿起来还是有点慌张。希望你们可以经常来这里团圆，因为我小的时候毕竟我也是个少年。掌握到模仿段他的一个要点，就是眼睛永远比脸小。你就数啊数啊数啊，怎么就数不过来。手势的各种运用处理得特别自然，又在我年轻的那个样子。猜出少年们的故事，他们用脑洞加持。小学的时候当过一个领导，学校的保安、所长。跳舞跳得太差了，管得宽，天天迟到，我真的能被气死。老师点名的时候没有看到何老师，太过分了。这边攻击我的人品，这边攻击我的身高。对不起，何老师。少年永远有强烈的好奇心，他们探索欲爆棚。何老师想用蛮力把它敲断，设计一个 ending pose。 打了炮拳，这一段融合了技工跟龟丞相的一段表演。请做出奥特曼发动技能时的四个动作。只做出了三个，第二个不对。你以为何老师能记得住刚才这一些？想赢的少年最可爱，关痛之战，他们胜负欲拉满。杨迪和海涛上都上不去，马嘉祺厉害耶。马嘉祺家里是不是其实也安了这种桶？马嘉祺，马嘉祺，这个游戏太少年奇幻之旅，下周六晚不见不散。